楼女孩子穿起来也是很快，从二楼的女孩子也可以穿。然后其实大家应该隐约有看到吧，因为我穿的是黑色小可爱，有一点点小小的透，所以如果你是买白色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就是戴白色的小可爱，像这样侧面，然后背面。一棉麻的料子，其实你们应该可看到，有一点点小小的透透的，所以它穿起来闷热的夏天它非常的透气，而且它的袖子是像这样子很漂亮的荷叶袖，就是有没有看到，就它一口宽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穿小可爱，不然就是举手投足之间会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我们的青春的肉体，像这样子。然后荷叶袖像这样，二楼的女孩子穿完全有没有不贴腿，这一款二楼的女孩子也可以穿哦。然后它是圆领的设计，黑色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敢，黑色蛮成熟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件的黑色正面然后侧面，其实这个就还好了，这个就举手投足之间露出来的肉肉就比较少一点，因为我本身穿黑色小可爱。然后背面